拖上衣露出浑身刺青，武士刀对着聚宝盆猛砍，作风辛辣。他就是自称彰化直播小男神李李仁的无姓直播主。讲的送发财金，开始分享，帅怎么一分享？直播中不是挂金链秀劳力士，就是百千元大钞钱砖，旁边还站着身材姣好的正妹。不过高调炫富也让他被抢匪盯上。去年五月，李姓男子等五个人拿刀械、棍棒、束带到吴姓男子家，但他不再逃过一劫。但隔天仍然被堵到，吴姓男子机警拉下铁门，对方这才作罢。虽然什么都没有抢到，但李姓男子等人最后仍被依强盗未遂罪遭判3年半到4年不等的徒刑。慢点啊，我先讲了啦。我现场再加码10万块，加码到30万，听好了，刚刚现在有很多好朋友进来的，还没有完全分享，听好了，我加码到30万。曾在直播中秀刀亮枪，虽然经过调查，这些刀枪都没有杀伤力，但无姓直播主如此高调，想不惹祸上身也很难。三立新闻郑祥仁、陈昭文台北报道。